熊熊的大雨嘞，做啥事？防雨生信心嘞，数千名力挺老米线的支持乡亲嘞，冒着大雨，无畏专心，啊甲谭哥哥嘞，公开表态，坚信作为老米线的后盾，靠山，予伊继续在台南市议会为大新营、大白河地区乡亲争取权益，谋福利，贯彻老米线造福乡里，回报乡亲的初心。台南市议员老米山恳请拜托表示，我是市议员候选人老米山吼。那么这一次在寻求连任，其实这个当大少年的嘛想要来担，安尼是足好。可是咧，我感觉讲我必须要阁继续来努力，因为过去咱足侪乡亲甲支持，带当来做这个镇长、区长，这个行政经验。吼、哦，予我会当来市议会，吼、哦，来争取到啊一挂预算甲经费，替咱地方来拍拼。那么要做啥物？足简单，因为咱遮是属于农业区，大新营区要进步，溪北要进步，必须要有行政经验的议员来争取。那么这个建设，包括农水路的部分，一直都是拢无够，这是咱农民农业区上需要、上欠的。那么建设的部分，当然大家嘛知影，交通是咱乡镇市区发展的命脉。那如果路无好，这就免讲啊，要安怎建设，要安怎发展？所以伫这点，米山在未来，我会针对这继续来认真来找重。另外，老人甲囡仔福利的这个部分，那么咱中央也编了太侪经费伫咱遮。咱必须要去甲执行，实施确确实实来落实，和咱的地方，尤其咱的偏乡，咱的偏乡现就是学校囡仔的部分照顾。其实事实上来讲，行政院拄啊，所以长嘛有讲，已经做真济，但是咧，永远拢是无够的。咱必须要搁再提升。那么提升除了靠中央之外，地方咱嘛爱拍拼。地方，我老米山当选了后，我会甲咱所有诶全部遮议员党团来甲市府来讨论，来增加咱遮偏乡诶即个预算，互咱遮会当伫福利也好，伫建设也好，拢会当做较到。吼、哦，这是我本人即一回阁寻求连任诶原因。立法委员林俊贤到场支持表示，我一个蔡苏州民议员哈，用手诶啥手议员哈，古木汉叫平凡，邱丽丽议员，王金德议员。沈家宏议员、林清德议员、丹秋宏议员，我民进党无注意，我心烦。啊，你有知范秘书啊，人缘偌好？这是党团的意见领袖，这嘛是党团的宗教，不是干那靠烟头的。这是以过去的表面，有变这的同志，大家认同、认同你、肯定你，所以我来大胆讲，啊，人家每一个人是候选人呢。因大家本身嘛爱无因家己的选举，但是就伫这个时间，啊，不管你落大雨，什么大雨，我一定要来这个所在，甲大家用同款的行动来表示对米山最大的鼓励甲支持。伊这边的选举啊，咱有拄到淡薄的风波，你安尼嘛好啦，互咱大家知影，你选举哦袂使等。双击团队没当放生，一直在坚持到这样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大新加地区，咱的设计，咱的目标理想，就是爱全部拢动算，世界拢爱动算。伊当咱第三年是一个指标，对啊，能够不要跟介绍过，伊是一个真难得啊，佮兼有行政经验的民意代表。伊要做过咱镇长，所以对咱地方的大大小小的代志，伊上了解。啊，若拄到代志，要安怎来解决，伊嘛有经验。台南市议员邱丽丽支持表示。大家，大家是大杨队，大家公安，大家好。啊！大家公安，大家好。啊！咱台南要大发展，咱要大赚钱啦，对无？千鬼
争取连任台南第一选区北河后壁东山新营柳营咸水的市议员刘美山，最后致上感谢词，诚恳拜托大新营、大北河地区的乡亲全力支持，壮烈承担深耕地方的刘美山，全力支持，继续扮演议会推手的角色，予伊协助市长王伟德推动各项重大建设，为台南乡亲争取搁较侪经费佮福利，台南的未来做伙拍拼。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。